各位同道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，我叫李伯健。以前给大家讲过几次这个中医在线的题目，希望大家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，以便于我们今后更好的改进工作。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题目呢，是瘙痒症的中医治疗。这个瘙痒症呢，叫 pruritus，有的人呢把它翻译成瘙痒病，因为这个瘙痒本身呢，这个很难下一个准确定义。现在呢，咱们把这个，在西医书里边给它什么叫瘙痒呢？就说产生搔抓欲望的一种主观感觉，就是我想抓，这种感觉就叫痒。其实沾边儿，但是也不是特别准确，是吧？这个瘙痒本身呢，有很多病都可以伴有的一个症状。这个瘙痒有时候比疼痛还难忍，疼你可以吃点止疼片啊，这个或者是忍一忍啊。这个痒了有时候真是忍不住，这个瘙痒的这个病呢，也可以叫做症，它可以。伴有皮肤，很多皮肤病都可以痒。有人统计过，就是伴有瘙痒的这个皮肤病不下于500种，这500种病都可以伴有瘙痒。那么它既是症状，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疾病。那么什么样就算这个症状呢？就是有其他病伴有的一个瘙痒症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假如没有其他的表现。咱们西医给的定义就是没有原发损害的一种痒。什么叫原发损害呢？就包括红斑、丘疹、水泡、渗出等等这些原发的没有，就老百姓说是干痒，这样的就叫瘙痒症。那以前叫瘙痒病，现在有些书改了，就叫瘙痒病。它是一个，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疾病。那么这些症状原发损害没有？就是以瘙痒为主的这个呢，这个在中医里边也有一个界定啊，在这个1831年，清朝有一个医学家叫许克昌，他在《外科政治全书》第4卷里边，他把它叫做痒风，他说什么叫痒风呢？就是遍身瘙痒，并无疮疥，搔之不止。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。因为痒呢是风邪所主的一个病症，这个痒风这个病是什么样呢？说全身哪儿都可以痒，但是呢并无疮疥，疮呢是病字旁一个疮，就代表小的丘疹，这高出皮肤就像粮仓一样高出来，但是它是一种病，疥呢是个儿小，像芥菜籽儿那么点儿的，就是大小的。皮肤损害、丘疹什么都没有，就干痒。哎，它这个定义，我觉得跟咱们这现在西医这个基本上差不多。中西之间认识还是等同的，也就是说浑身都痒，什么你也看不着，除了痒别的都没有，那这种就叫瘙痒症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它叫瘙痒病。它的特征呢，这个痒是因人而异的。有的人，我们把痒的这个耐受这个起点那个叫阈值，有的人对瘙痒很耐受，有的人是不耐受。你一碰它，它就觉得痒，一碰着隔着窝，隔着一下，咯咯笑。尤其小孩儿啊，咱们小孩儿逗小孩玩儿，一隔着他咯咯咯笑得不停。你揉他肚皮啊，摸他大腿啊，腋下，他都笑，笑得特别开心。逗小孩儿就是，大人有时候也一碰，哦，不行，痒得厉害。可有的人就不怕痒。我有一个同学，那会儿他是上大学的时候，他说他不怕痒，我们就他就伸着胳膊让你隔着哪儿都不怕，脚心他也不怕，你他没有任何感觉。这是因人而异，这样人还比较少，所以有的人的痒这个耐受性特别强。有的国外有一种刑法，就是往那把人捆好了以后，往脚心里抹蜂蜜，抹完蜂蜜让那羊来舔它，
天呐，笑的就不行。那是问他你招不招？这是一种刑法，所以有时候人说宁可挨打鞭子，他不让扬田脚薪，啊，这个几乎是忍耐不了的，这是一种刑法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养呢，可以因人而异，另外一个程度也不一样。有的人一天就养一两次，一次呢几分钟就过去，也有的人呢，一下养几个小时都不止。啊，一般就是晚上加重，白天减轻。晚上睡觉没事干了呀，抓的不行。等找你来看，浑身抓痕特别重，雪茄呀，这个抓起来破了流水啊，露着鲜肉啊，表皮剥脱呀，时间久了就苔藓化。苔藓化是什么？就像那个牛脖领子那皮一样，纹理粗重，触之坚硬。啊，皮沟加深，皮脊突出，就是我们描述皮肤损害，这都是属于继发的损害，啊，这个这样人白天没精神，为什么？他晚上养睡不好觉啊，晚上呢就光挠痒痒了，他也是晚上这个睡不着，白天没精神，所以叫昼不惊夜不明。这样人来了以后就跟得了精神病一样，特别痛苦啊。失眠呐、啊，头晕呐、啊，忧郁呀、啊，有的人甚至烦躁，影响这个吃饭呐、啊，影响睡觉，再重了就影响工作，所以这种别看这一个简单的痒，它会对人体有非常大的，时间久了非常大的损害。有的以后呢，抓的雪茄呀、条痕呐、啊，色素沉着呀，甚至有的并发感染，就是你抓破了地方。成了水泡、血泡，有的变成脓泡，所以变成继发感染性的疾病。所以这种这个对人体的这个慢性的折磨呀，特别严重。有的人来我们问患者，我说你怎么都痒了？哎呀，他说别提了。有的时候我就把留着指甲就都抓破了，又怕感染，又把指甲绞了，甚至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戴着手套，再抓就抓不破了。有的人痒的时候拿什么？我们在临床见过，拿那个钢丝球，就刷锅的那玩意儿，拿那个蹭皮肤，都蹭的血道子。还有的农村来的人痒呢，他用那个老玉米，咱们吃剩下玉米剩下的核，老玉米核来擦。还有的拿砂纸、拿锉刀的，哎呀，什么样都有，就是来用都用来止痒。可你问题你病治不好，他痒止不住啊。所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啊，所以这种特征一看就知道身上就烦躁不安、痛苦。我们左边这个第一张图呢，这就是一个有血痕、血痂抓的，啊，这个中间这张图呢是除了血痂、血痕以外，中间苔藓化，皮肤粗糙啊，摸起来就像砂纸一样，啊，就是皱不平。右边这张图呢是脖子下边颈周，颈周这个也是就是瘙痒以后啊经常搔抓的一个表现了。那么瘙痒病或者叫瘙痒症，它的这个呢，往往别看是表面皮肤病，绝大多数都是内里的原因组成的，啊，它里边呢包括各种原因，比如我们举几个，一个是。第一个，肾功能不好，肾功能不少，它尿里边的这个代谢物质除不去啊，这个有痒的厉害。如果你看肾功不好的人，你去查病房，去查房，一进那个屋啊，都有一种尿骚味儿，那他从汗排泄，他这样人肾功不好的人，他多汗，汗和尿的这个成分都差不多，所以一进那屋，人没事就咔挠，都抓得特别厉害。啊，这是肾功能不好，可以养。第二，肝胆病，比如像肝炎、黄疸，尤其是有黄疸的人，啊，这个就是肝胆它代谢不好的人，里边血氨也升高，它代谢物质也是，皮肤黄、巩膜黄，身上也痒，这是伴有瘙痒。它那个《金匮要略》里边记载的叫什么？身黄如橘子色。真像橘子皮那样的，啊，所以这样的人，你想治根本，肾功不好的人养，你得给他治肾，啊，这个使肾功能恢复。
肝胆不好的人，你给他治肝胆，得给他退胆除黄，这才是治根本的。还有个血液病，你血液病里包括贫血也好，肥大细胞增多症也好，就是血液病本身可以造成这个皮肤的瘙痒。还有的呢，就是消化不良的，这个包括慢性浅表胃炎啊，这个吹气儿啊，幽螺是阳性，所以脾胃不好的人也痒，所以我们这个阳里边说他也痒，我也痒，你怎么跟他开方跟我不一样啊？它是各种原因造成，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，应该叫治病必求其本，什么造成的，咱们就找什么治疗。所以这种，如果你仔细问诊，比如说你给我开点止痒药，我能睡着觉就行，它不是那么简单，也更不是说你给我点药膏吧，我这痒，实际不是的，它是里边造成。其他的感染性疾病呢，艾滋病，艾滋病它是全身哪儿都有，其中瘙痒是一大症状。这个感染还有蛔虫，蛔虫它这个一般，卫生条件比较差。小孩多，大人也有。我这些年来，人们注重卫生也好，注重对艾滋病的防治也好，这样的原因，造成的痒已经少多了。但是，当你想不出来原因的时候，一定要查查。还有感染性疾病，其他的结缔组织病呢？这个你像皮肌炎，这个干燥综合症，也都可以伴有痒。就 SLE 啊，系统性荨麻囊疮也可以伴有痒，痒只是其他症状表现之一，所以这种痒还是要治疗它原发病为主的，就我们来寻找原因。这些呢是全身系统的疾病，包括肝病、肾病，还有肿瘤，还有糖尿病，这个淋巴系，淋巴里边包括核结晶、非核结晶也都可以痒，剧烈的瘙痒。而且往往呢，这个瘙痒是在其他症状的前面，就是可能先有痒，别的病还没发现，没想到过了半年，哎，肿瘤出现了。所以往往痒是一个其他疾病的先兆，恶性肿瘤里边，肝癌、胃癌、肠癌，特别是肝癌，这个表现为瘙痒的特别多，它不一定是哪个地方。剧烈痒，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痒抹点药膏吧，实际不是那么简单的啊。内分泌里边呢，包括甲亢啊、甲减啊，都可以，但是比较多的糖尿病。我们在临床当中呢，往往看到有的人，你瞧那么瘦，哎，血糖还不是高，就是那个三多一少，吃得多、喝得多、尿得多，体重减少，所以这种瘦弱的。长期的瘙痒、皮肤干燥的，先做做血糖，往往十个有五六个是因为糖尿病。有时候他不愿意做体检，其实我们现在国家有这个好条件是吧？每年做一次体检，有的人算了不做了，知道也还着急，实际不知道更着急。就按时体检，如果出现这个血糖升高造成的这个痒，那你别光抹药膏，一定要降血糖为主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能够还是治病必求一本啊，其他的像精神紧张啊、劳累啊、焦虑啊，像常见的那种失眠呢、神经性皮炎啊，这些个也都可以伴有皮肤瘙痒。那么这种痒，往往我们应该从精神上，除了吃药以外，包括这个心理的咨询呀、疏导啊，这些也都非常重要啊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皮脂腺的和汗腺的，就是皮肤附属器的所造成的痒，比较多见的是过少，汗腺少，皮脂腺少，这跟皮鞋没有油，没有油它就要干呐，没有油你再刷鞋刷的勤快点儿，那就要裂口了。所以一看，尤其这种痒是在小腿前部、颈前部。这样的地方比较更多，还有一种油腻的痒，就是出汗多、皮脂腺多、头发油腻，那头皮痒的厉害，这是腺质性的痒。其他的神经系统的，包括心脑血管病里边的，
啊，包括脑梗啊、动脉硬化呀、这些也都可以养。有这种养的，往往是跟神经精神系统相关。那么，这是刚才讲的是内部因素，外部因素造成养的也很多的。最近一个时期啊，特别是疫情比较多了，疫情比较多呢，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，身上痒、手也痒、干燥痒。我一问他，我说你这个洗手多？哎呀，我一天洗4次5次，摸了点别的东西就洗，然后不光用肥皂，还得用那个消毒水洗，然后再用什么酒精啊，反正能用的他都用了。这样你把汗腺、皮脂腺的东西都弄没了、干巴了，就容易痒了，是吧？还有这个气候的所造成的，气候造成包括寒冷，是吧？炎热，包括这个日晒，这些也都可以，这个外界的原因，还有饮食上造成的，饮食上造成的，特别是辛辣刺激的人，因为过去咱们。南方就是湖南呀、湖北呀、四川的云南人爱吃辣椒，因为他那个地方比较潮湿啊。如果你不吃辣的，它容易关节疼。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高了，这个交通运输发达了，北方也开了好多火锅店，这人们越吃辣的越不怕辣，口味都提高了。可是那个地方适当来一点儿行，你天天这么吃了，口味提高。你不适合那种大环境，所以你反而吃辣的多，也容易造成瘙痒、辛辣刺激的，还有外界的这些个环境，包括花粉，还有饮酒，这都是自己在生活条件上不注意的，这些个东西呢，也都是可以造成皮肤瘙痒的原因。还有的那个就是司机，接触油多。包括汽油啊、柴油啊，等等这些个，就是接触过多，外界原因也可以造成瘙痒。那么我们讲的那个前面讲的是全身性的瘙痒，哪儿都可以发生，还有一些呢叫腺局性的瘙痒。所谓腺局上，就是局限于某个部位，最常见的是肛门瘙痒，有的人就是觉得上班也上不了。因为什么？他肛门里边有痔疮，这个过去叫10人9痔啊，不一定那么高，但是痔疮非常容易发生，尤其是外痔。外痔，如果你扒开肛门一看，肛门外头一般在12点、6点、4、5点钟这个部位，7点钟这几个好发部位，它外边有一个痔核，像葡萄干一样夹在肛门外边，以它为中心，外边就痒。那多一个异物刺激啊，是吧？这个痔疮的痒，往往就伴有皮炎、伴有湿疹，这些个也都可以造成的痒。那么其他的呢，像这个挠虫也有，现在来说少多了。挠虫呢有一个特点，我不知道各位注意没有？原来我们下医疗队见过一家子人，那会儿比较贫穷的地方，一家子人盖一个被窝。就是都往把脚搁往中间伸，四边露脑袋，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慢慢全传染上。它的特点呢是夜里边痒，那夜里12点前后肛门痒的不行，大人你能忍能挠都不吭声，小孩的哭闹不安呀。这时候你扒开屁股看，就是挠虫它夜里啊出来交配，都叫小白虫，就大概1公分左右的。像蛆一样的小白虫，那到肛门周围痒，抓的以后又湿又烂，这个完全可能的。还有男人的外阴部痒呢，有前列腺的，这个也有，一般都是中年以后，前列腺发炎了。这个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阴囊痒，阴囊痒呢，就是一个是多汗症，特别是男人毛发重的人，容易多汗。这个多汗呢，引起来的痒就抓痕，然后抓破以后，变成丘疹、水泡，甚至丘脓疱疹并发感染，还有外阴囊的湿疹，抓的都不行。中医叫包漏疮，同胞的包，漏屋里漏水的漏，包漏疮，
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骨癣。骨癣一般的人呢，是中年以后的，特别是男人的里边的胖男人，大胖子，大腿根痒，这样人你往往给他做一个检查，糖尿病多。啊，通过这个可以发现有很多糖尿病，我见过四五个人，你看怎么抓也不行，他湿烂，有脚气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单侧大腿根痒，痒了以后呢，除了痒单侧以后，慢慢能传染到对侧，后来一直到肛门，就是臀沟部位一大片的痒。那么现在药品我们自己买的很多，嗯，自己买点药吧，这事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。买了好多，像皮炎平过去用过的，那皮炎抹了就平呗，实际是个激素。那骨癣的人，你越抹激素，那环儿越大。中医叫荷叶癣，那就像水里边扔一个石头，水圈逐渐在扩大，啊，那这个越来越扩大，越扩大越挠，中间好了，外边更坏。所以这个骨癣是一种传染性的浅表体癣，啊，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摩擦引起来。咱们西医叫肩擦疹，就是胖人的这个肚皮的褶里边，像如来佛那种肚皮，还有胖女人的乳房下，就是肉带褶大勾大圈里边的那个缝，它不透气儿，中医叫汗细疮，啊，这个时候往往有红斑，轻度的糜烂，有时候少许渗出，这种呢都是一个。摩擦呀、骨癣呀、湿疹多汗的人引起来的一个腺局性的瘙痒。那么女阴的痒呢，就是女人的外阴部，包括大小阴唇的部位都可以痒。这个里边呢要注意几个，一个是真菌啊，还有一个像滴虫阴道炎啊，这个都可以的。还有糖尿病，它尿里边的这个糖也高啊，像宫颈癌的早期也有瘙痒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男女外阴部都痒的人找你看，你一定要问一问结婚了没有。他说结婚了，说那你先生或者你太太你爱人也痒，他说也痒，等你一定要仔细看看，在那个阴毛的根部拿放大镜一看，可能是阴湿。阴湿他那个在毛的根部啊，那个像蜘蛛一样的形状，淡红色，特别小，跟针尖一样，它抓住那个毛根啊都不放的。还有那个在毛干上有好多小白点儿，我们叫麂子，就是虱子的卵啊。那个麂子呢是一个虫子边一个几代人的几，这个就叫字儿念几，就是这个虱子的卵，它扒在毛干上，一个白点一个白点的，这些都可以造成痒的啊。另外，有的人是头皮痒，就某一个地方哗一挠，这样人往往就是皮脂腺或者汗腺分泌过少或者过多，过少的人家头皮白屑一刮了跟下雪一样，这种呢就是一个干性的头皮的痒。还有一种油性的，就是头皮啊扒开来，头皮屑是一块一块，有黏腻，有哈了油味儿，这属于湿热的比较多。其他的像耳道里边的皮炎、湿疹，这个也都可能造成单独的，就是腺局性的瘙痒。尤其耳道，有的人特别爱掏耳朵，掏耳朵使劲掏，掏破了为止，啊，这是也是一个不好习惯。我们应该还是到耳鼻喉科医生啊去看一看。啊，其他的更年期的人也有，神经精神紧张劳累的人也有的。那么大家很关心这种病的治疗啊，那么这种呢，一般瘙痒本身呢，它多是一个肌腐或者黏膜的一个失去营养。那中医里边认为呢，是由阴血不足啊，血虚风燥，肌腐瘙痒所致的。啊，咱们在公元652年，这个唐朝孙思邈啊，有本书叫《备急千金药方》，它里边提到叫做痒症不一，血虚皮腐燥痒干，以四物汤加防风。妇人血虚或通身痒或面痒，
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皮肤的瘙痒，多数由血虚引起来的。那么我们呢，就应该以四物汤为主。四物汤大家都知道吧？如果血虚的，应该用熟地、用白芍、用当归、用川芎。那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吧。啊，这时候，以治血为主。像血虚呢，那我们就应该养血、润燥、祛风、止痒。啊，可以加防风、加荆芥，这个像炒吉利啊、蝉蜕也都可以加上。如果妇人血虚，或者是通身痒或者没痒，妇人血虚那更应该用养血的了，是吧？比如说当归用参子、用熟地、用白芍，啊，其他的养血润燥的方子也都可以加上养血药。啊，这个无论全身痒或者没痒，一定看看。是不是属于血虚？属于血虚，那我们就应该本着这个叫，治风先治血，血虚风自灭。还有的医家呢，对瘙痒提出了一个看法，就是清朝齐坤有一个书叫《外科大成》，里边提到过，诸痛痒，诸疮痛痒皆属于火，还有一个是风盛则痒，风热内引血虚作痒者，又当凉血润燥。实际它这个诸疮痛痒啊，和《素问》里边那个《大论》里边的病机19条，这是一个意思。那是诸痛痒疮皆属于心，心主血脉也，心主火是一回事儿。啊，就是说，疮的病，痒的病，大多数属于热的，血虚可以，血热也可以。所以血虚的，我们就养血、润燥、祛风止痒。啊，那么由血热引起来的痒呢，就应该是凉血、润燥、祛风止痒，或者是祛风、清热、止痒。那么这些里边呢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用血热的呢，我们生熟地呢可以改成生地，白芍可以改成赤芍，啊，可以加点丹皮呀、丹参啊、凉血。清热，治风先治血，血热你就凉血，血虚就养血，这样它风邪一去，瘙痒自然就止了。